主料，鸡翅中十个，辅料，洋葱、盐、生抽、花椒面、料酒、蜂蜜、黑胡椒碎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到二十分钟。鸡翅洗净，用刀的正反面各划几刀，根据个人口味将调味料和鸡翅进行均匀搅拌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到冰箱里进行腌制，时间越久越入味。烤箱上铺上锡纸，将鸡翅码在烤盘上，烤箱预热后放入烤箱烤至10到12分钟。烹饪技巧，如果想表面焦焦的，上面就不覆盖锡纸，如果不想表面焦，可用锡纸将鸡翅包上，蜂蜜一定要加，更香甜美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